国人是全世界唯一我见过的民族和国家，啊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各扫门前雪，把自己的雪扫到人家家去，啊，真的是让自己啊穿别人的鞋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，啊，只要别奸淫自己的孩子，隔壁邻居奸淫自己孩子他都不会管。一个完全没有正义、没有判断力、不明是非、不识善恶的个民族，就田惠宇啊，就田惠宇害过的人，整过的人多了去了。由于田惠宇会玩儿，啊，所以说人家就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小田还是很办事儿啊。包括李元朝都没个球的，李元朝那帮过的家人，还给我说什么，哎呀，文贵你别抱人家小田嘛，人家跟你没啥仇。